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的现场。后个月就是中秋节了，看到这个商机呢，大菜也推出着新的中秋节活动，拢总要加度5亿的奖金，包括着大乐透再度来推出着100组100万块的奖金，威力菜嘛加2亿。另外呢，大菜嘛宣布推出着中华职业棒球人气王，恰恰彭正敏退休纪念刮刮乐，除了讲有200万的头奖，也佫有机会去考到恰恰亲笔签名的纪念球。恰恰彭正敏，中华职棒人气球星恰恰彭正敏，伊一个出场，台下的迷众阁大声欢呼。伊毋是伫个球场顶悬，是伫个台菜的活动顶悬来耍这款现烤肉。新款的现烤肉顶悬有印彭正敏，原来是伊今年的球季都要结束了后要来引退。台菜顺势来耍出恰恰纪念版的现烤肉。一张200块，头奖拢总有3个200万，二奖除了50000块的奖金，还阁会当摕到一粒恰恰亲笔来签名的球，限量来发行。这嘛是头奖这个来倒打商品奖的这个职棒现烤肉，锁掉这个亚球迷的市场。每一区的那个特别的号码，你都会有一点期待，然后有时候又怕受伤害的感觉。除了新款的现烤肉引起话题，上准中秋节的商机，大菜中秋搁再来加赌，这边的总加赌金额是有5亿，这边用威力菜来拍头阵，9月初2开的头奖加赌到2亿，过来这个大乐透嘛，伫9月初3来加赌，有100组100万，若是有无到组数，搁较顺延到后期来开，Bingo 嘛对9月16开始连续来加赌16天，照这个算法的无同，奖金加赌2倍至7倍。那我们预估这一次的中秋加码，带来的额外业绩，额外的销售大概约18亿。大菜来杀加赌拼买去，不过伊的算法敢若亲像甲进前差不多，对民众是毋是有吸引力，还佫爱甲看才会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